各位哈、哦，我是黄明佳啦哈、哦，我是第一遍哦，那时候老师甲我讲，黄明佳你是首长啦，所以讲我足紧张的，伫咧办这边的过程哦，我常常去找阮黄培春老师，也甲阮老师该请教的，该请教的，因为我第一遍办，有一点紧张啦，过来是讲吼，咱。那时候全程老师讲，我是正白的画画师的画法，哦，我所以讲我这边是受到啊各位哦，我较大胆，大家拢原谅我讲，黄明姐，阮老师咪讲，袂要紧，你甲开发展都袂要紧，无照讲我一点数合理是袂使开的啦，因为我的正白我是做电器啦，村长明天仔要电视啊吼，长啊好两个。无个人去叫我去修理电视，我昨日才挂五点，我着去修理两台电视，搁去挂电力组啊。迄咱陆爸爸伊走囝，迄陆教授讲，我明仔你无问题，我爱甲叫修理十二点电话用太久。我昨日讲啊，我嘛有食饭，我忙到八点外，阮走囝倒去，才讲爸爸你要食无？我嘛食袂好啊。我搁伫遐修理啊，八点外才起来。所以我是专下晡下过来要要要修理电器，拄则搁卡电。所以我的专业是电器啦。但是我对这画图是我细汉时阵我就做爱画。伫国中有时候梦想是我比较看起个画图。但是我就是这过程，因为阮即份的哦，我是甲张龙伟同学嘛。阮即份的哦，拢足艰苦的，来讲着过去要讲一个讲袂了，迄时候我家足可怜。阮妈妈讲要读国中，无钱要我读，我家己一礼拜才好啊。只要伊册费375，都无钱啦，无钱要读册。所以阮即份的人吼，实在讲个讲起足艰苦啊。但是我们在这个痛苦中成长吼，阮即摆是讲佫足欠的但是阮即摆经济会使讲袂歹。阮甲老师吼，阮的经济能力都不错，因为我们的现在收入吼。可能在座的要跟我们比，可能我跟你们差不多啦，因为有那种成长的过程吼，爱过来哦。就是讲，伫这过程，就是讲，我从了国际牌待31年，我才退休。退休了，我就去总来了，我要回头去找一寡老师，我去找阮黄培生老师吼，直直伫遐学，直直甲请教，哦，才搁今仔这成就吼。我很冒昧的是讲吼。安尼，大家拢比我较老话，我想讲你书顶啦，啥物啊，跩在座足侪老师拢足老话，我是讲大胆无比讲，甲你开这画展，到人来来看，我讲我尽量拼看卖安尼，我嘛常常甲老师讲，我做140个迄种个餐盒，老师讲你做我侪个，敢分会了，分了有50个来，我是讲我拼看卖安尼，我嘛唔知影讲，我着受着咱各位吼我搁走去面遐咧学，搁伫遐写书啊！你看车又搁车，真甘心啦！因来搁，我搁有偌济钱解出，因来搁一下交五百呢。讲你若要来参加，我们这咧连收五百，无用车钱免得提。嘿啊！我诚真甘心啦！搁咱各位跩老师，跩长官咧，你看馆长，馆长我迄天咱伫西，我甲讲，馆长我办画展你会来咧？讲我看卖啊，找时间。我讲无论你哦，你嘛安，我是西藏的，你西边的。阮两个个咧来的，我来创我个来互伊，阿公应该没问题 ，OK。所以我唔才讲吼，会当即场吼，会当讲办到才成功啊，是着大家安尼帮我支持啦。馆长吼，听讲来遮变哦，一直变来。所以讲，蛮互咱跩来吼，讲有做面子的，我们感觉足感激。本来我专靠阮同事张龙伟，伊讲黄明佳，阮咩馆长要去，我暂时嘛去，无阮两去就冲到倒啊。我本来张龙伟也要来，伊要去找我坐啦。现在是讲袂要紧，咱就是会当想着讲咱各位跩来宾吼，跩长官吼，阮足侪同事吼，拢来甲我斗支持吼，是啊，各个拢同事了啦，吼。老师啦，安尼啦吼，一寡代表一寡长官吼，会当来搞支持，我是足感激的吼。以后若阁有啥物代志，我足爱帮忙人，因为我一种心就是讲心存善念，我永远都是心存善念。我袂是讲袂当去害人，做别人代志就是爱先考虑别人，才得考虑家己。我就是有以前吼，就是一个愿望，
讲我会当回球场发展，我就足欢喜。迄阵就是输给阿平讲一句话啦：只要你有理想，你才会去奋斗。啊，你有奋斗，你才会去达到那个理想。我常常听老师讲，我人生吼，每一天都是咱最后一天，最后一天。所以我嘛是拢甲当作人生，我是伫咱最后一天。我今仔啥代志拢爱较早起，较紧做。即有话我有时阵两三点就起来，我昨暝十一点我过四点半起来。哦，啊，所以讲我咧做啥代志，我是拢足认真的，足爱参与感。啊，我做足侪物件，都好多讲尽量去多学习啦。哦，因为人生吼是短短啊，既然我都一天的时间当作两天。虽然你也活到八十岁，你是等于讲百岁，哦，即摆我想法是安尼，所以有诶讲，甲时代你若无学着啥物件，上好你会当去有一下讲，在家里有那个地方可以，写写画画也不错。像我虽然我讲袂讲足够，但是我足艰苦。我伫阮买公司嘛，搁开一个书画班，我伫遐做主打老师咧。我写啊，做好啊，讲就较艰苦啦。因为我是我希望讲我是啊，吼，嘛讲无聊。啊，我搁伫嘛讲国小搁做牧场教练，哦，啊，即我就是讲拢有兴趣。很多事情吼，不要让自己流失过。像我嘛是快乐诶，名家小学农场，我拄啊今迄今朝我今日超过点外斤，搁出来去啊。哦，啊，就讲若有机会哦，你会当找我来，我迄个路路安装一千层，会当一路游哦。啊，所以讲咱会当大家认识我，里面如果遇到什么事情，我可以帮忙你们，哦，都没问题。哦，啊，我是较热心啦，啊，我无讲会去害人迄种心理啦。我学阮老师，阮老师是我海军的哦，算变来讲做兵的。伊两高中，我两四六，阮两个拢海军的啦。啊，阮囝吼，今仔日都阿公无法度来，伊是即摆是伫咧宿校做大队长。啊，阮咧协会讲要去，做迄种北港要去个啥物奇味餐厅啦。啊，阮头先我叫黄奇味啊，啊，我一边向去北港啦，讲迄种奇味餐厅。啊，讲阮囝直接开个讲唔是咧，甲名尔啦。啊，所以讲即边我都。这边办了吼，啊，阮也足爱佚佗，甲一个同学讲要去浙江，五千三要去佚佗，啊，阮就是讲到处走一走，玩一玩人生吼，就莫讲升迁咯，因为这年纪我较只有长，哦，啊，各位也是同款，对自己好一点吼，凡事就是靠自己啦，哦，啊，我就大家简单吼，啊，甲恁介绍，啊，恁啦，对这大脑都有啥物疑问吼，啊，你们慢慢欣赏，因为时间也是。拖得很久了吼，啊，今仔馆长吼，安尼来甲我甲才四十五分钟啊，算足久嘞。吼，当然呢，我是讲，当馆制造这个人气吼，还算袂歹，啊，个人头部安尼算还不错啦。因为我之间来讲，哦，黄明杰个嘛看到人家在场上，我来才坐的。你讲下一场就是我们土库艺术节那个艺术家要来这边排。摆设的话呢，因为我摆足济，我咪请教老师讲，老师我摆安尼敢会请见济？伊讲还好，我摆好就归还好。我一般找四十八个，我这七十几房个，啊内底仓库啊佫找二十八，我不提出。啊佫厝啊佫有，啊刚才今仔阮个好朋友阿翔哦，啊阮要走，阮留来，我讲你啊去细点，阮留来在看，伊就无得等啊。哦，所以讲很多事情。哦，啊，时间哦已经也差不多，啊，我就简单讲到这哦，他开本书了哦，阿英雄，感感谢各位，谢谢。那我们现在要特别的介绍一位，那个我们的林采玲老师。